天到。你可都长个心眼啊，万一是骗子呢？怎么能是骗子呢？妈，人家带着僧侣来，我们都网友三年了，这点判断力我还是有的哈。70岁，坐飞机10多个小时来面基，我怎么就那么不信呢？你没见过的事情多了去了。好了好了，不跟你聊了，我要追剧了哈。奥利维亚，你奶奶她因为身体原因不能上飞机了，她让我给您说声抱歉。哦，那你，我看你不太高兴。我男朋友该和我分手了。我们不相信，我们不相信哈。吃吧。闻着酒香，我尝尝。喝好了？不，当然分了。不过我想明白，离开我是他的宿舍，我们有什么难过的？现在最主要的就是玩，开心。看，这是我这里的 city walk。什么是 city walk？ 就是走街串巷的旅游。走街串巷的旅游。嗯。真是太棒了，是是是，夜生活这么丰富，哎，要不是太晚了，我真想尝尝那个烤串儿。睡着了。奥利维亚，起床了。昨天你带我去 City Walk， 今天我带你去一个非常浪漫的地方，你一定喜欢。真的吗？嗯 ，Let's go。哎，我跟你说的蜀绣就在这里，我们进去看看。来，你看哈，哇，这个画这么好看。嗯，它呀与苏绣、湘绣还有粤绣。哇，齐名，是中国的四大名绣之一。哇，很漂亮是吧？非常漂亮。蜀绣的特点啊，它就是形象生动，色泽啊很艳丽的，它的图形富有立体感。嗯，蜀绣的针法之多啊，是四大名绣之首。哎，我们绣芙蓉花呢，我们就要用车铃针，想不想试试？想呀，走。蜀绣最大的魅力在于静心，一针一线不仅仅是一幅幅绣画，更是一个人心境的外延。放下执念，允许一切发生，接纳所有无常，就能绣出极致的作品。
次啊没把你照顾好，下次来呀、啊、我带你打卡更多的地方。好的，我会想你。老大，哎，我家里给你留了礼物。好，我回去看，回去的路上最安全。好的，好，拜拜。好，拜拜。老戴，侄子的中国之行我太开心了。哦，对了，我也在申请来中国读研究生了，期待下次的见面。